跑车、房车，人人都能上场赛车。休旦积累，赛道上过弯的这一台啊，不就是载货的货卡吗？过弯流畅度好像不输其他车辆，不过再回头一看，下一台也很跳痛。就是箱型车，从另一个视角看，向右过弯，车体往左偏移，出现在赛车场上的就是所谓的赛道日。不止跑车，包括重机、箱型车与货卡先后下场进行赛道体验。直线比较不足一点而已，油门已经踩下去，然后人家就还是就是从我旁边就这样过去了。赛道日针对前来参加的车款，对应资历与车速做出分组，每组最多25台能下场，进行每节20到30分钟的操驾体验。赛道总长3公里，约莫跑8圈左右，完全颠覆只有赛车能下场的刻板印象。其实大家可以先来赛道日这边去做观看，另外就是说只要你的车整理的不要说漏油，无油沾水 OK， 轮框锁螺丝的磅数 OK， 轮胎有肉，基本上就是可以来体验。我们如果你的车是慢的，那我们就把你放到慢的组别，那其实也是很好玩的。赛道体验其实就是为了让驾驶人都有机会能前进赛车赛道，下场后并非飙车或争先加速，而是顺着路线透过驾驶行为感受赛道上路实况。其实有很多其实它是以新手为主的，那其实就会鼓励新手来体验，那那个其实就不限车种。在操驾行为中体验赛道，其实如同赛车，这也是一种运动，不用花大钱买名车跑车照样能下场，纯粹体验一种我也有开过赛道的 feel。三立新闻朝圣张张运动台中报道。